说府尹大人想要查清此案，我愿意所有身家性命做保，恳请府尹大人成全。今日我要带他走，谁挡我，我就杀谁。在下奉陪。不要，三哥，不要！这有与我何干呢？因为真正想要杀我和乔小娘的人就是大伯母。一鸣啊，讲这种话是要有证据的。 我就是证据。当年顾大娘子怀有身孕，你趁她产后虚弱，在茶叶里放了毒。这是从你那儿找到的河豚毒，你应该很熟吧？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你不要在这里道貌岸然了。这可是当年罗成文亲笔写给顾明兰的信。罗一宁，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。